那你射鸡看看。射鸡哦。射牛。射牛好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一次杀死好多只啊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一次杀好多只哦，为什么？哇靠，好扯哦！对啊，牛牛牛族群急速下降。大家好，我是瑶瑶。我刚刚开台前，我在裤子上刷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讲什么啊？等一下，你这个是自己 NG 哦，我们没有害你哦。没有，我把某些字消掉了。啊，刚刚你在裤子上哦，你大便在裤子上哦。不敢讲啊。哎、哦欸，对啊。今天又来到了考古模组，虽然这个模组现在主轴不是考古了。耶、yeah!。我今天有一个秘密计划。嘿嘿，请说。哎呦，僵尸哎！他自己玩呢、欸，他自己玩呢、欸。没有啦，没有僵尸啦。我今天有个秘密计划，我觉得我不要先跟你们讲。哦，真的吗？就这样。哦哦哦，这么做这么快吗？自己玩呢、欸。没有，其实你知道，哎、欸，嘿嘿，你说你说。没有，我的秘密计划大概前开台前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了。这么快？这么快？不行啊，你要做两个小时啊。欸、所以你今天要这样裸体到处跑吗？有点冷。我、哦、穿上衣服了是吧？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好。这个中介族我可以用吗？你要干嘛、啊？你要那个什么 JEI 怎么关掉啊？做武器 ，Ctrl 加 O，Ctrl 加 O。为什么我们的各位，我们有装什么 JEI？ 你们看点什么？为什么那个里面有女巫啦？哦哦，我以为异特龙被女巫杀死了，吓死我了。怎么可能？应该是异特龙比较强一点点吧。我也这么觉得呢。对啊，我可不敢啊，丢毒。哇哦！哎、欸，对啊，如果异特龙丢毒，他对异特龙丢毒怎么办？那应该被吃了。哎、欸，他会去咬他吧？他应该会去咬他吧？你逃走了、欸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异特龙是兔子的啊，你进去他应该没事啊。可是刚被咬了、欸。应该是没事。没有，他是被女巫丢到水啊。好啦。不管中介族借我用一下下，上次有观众说那个什么剑矢可以用中介族做、哦，那你什么时候要玩？他会想偷我的东西了。我什么时候要干嘛？不是啊，中介族就很弱，最后才没用。不是有人说中介族很强呢？他说坐上去之后，你的弓是直直的飘，不会下坠。哎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打我打什么？哎、欸，不理人呢、欸？什么？我打什么啊？讲话！哎、欸，垃圾人呢、欸？拔走了，丑死了！我看你整个懵掉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讲话讲到一半会懵掉啊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问。好啦好啦，啊，那个什么箭头，哎、欸，箭头筋膜在哪里？好，我等下要开始我们的秘密计划了。好，他要开始秘密计划、嗯。好，你可以做看看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会怎样啊。你说中介族吗？好啊，做看看。他们是说，他们说那个中介感剑感很强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出事了不要怪我啊！不管啊，绝对怪你的啊！等一下，我被怪哦。羽毛？哎、欸，你的剑都是用羽毛做的吗？嗯。好，那应该就羽毛就好了。剑羽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合成了吧、然后我上次发现一件事情。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手上有奇怪的东西啊？反正这是什么啊？为什么在你手上？哦，马玉林剑矢又一把，借我看一下。这是你的吗？什么东西？牛牛吧？什么东西？我看。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丢给他。什么牛牛牛啦？为什么会在我手上？对啊，为什么在我手上？你要问你上次干的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那一把又跑出来？那不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了？为什么？他一直都在箱子里啊。突然出现啊！我知道他在箱子里啊，我之前在箱子有看过他，可是为什么现在他又突然跑出来了？射他！被揍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情呢、欸。等下不是都说圣甲虫可以附在那个打铁的工具上吗？好棒哦！啊，箭矢可以吗？箭矢也太浪费了吧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哦，哎、欸，还真的可以耶、欸！真的假的？这你的箭矢好贵哦、喔！你先试射，你先不要装上去。我先不要装上去。你的箭太贵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箭矢可以装圣甲虫，哎，好猛哦、喔！因为如果是我想的那样的话，你给我出大事吧。你说射下去不会下坠哦、喔，我试看看哦、喔，真的假的？但也太好笑了、欸。他飞去哪里了？他飞去哪里了？你有射太远了吧？不是，他飞去哪里？射地上好了，这样。不要，你射远一点。
射远点。哎、欸，兔子，你看我这把箭有下坠吗？你往那边看过去。嗯，射不错，响亮哦，可恶。我往那边射，哎、欸，好像真的不会下坠，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射鸡看看。射鸡哦。射牛。射牛，好啊。好啊。看起来没有什么下坠的。不一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一次杀死好多只啊？哎、欸，对我一次杀好多只哦，为什么？哇靠，好扯哦！对啊，牛牛牛族群急速下降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怎么？等一下，怎么一次死那么多只啊？哎、欸，我的秘密计划还没有。哎、欸、呀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再射一批吗？可恶，太有白高兴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这样我不能试。哇，这个箭矢有范围技哦，这么强哦！给我看看。你说箭矢吗？可是我还没附东西耶、欸，我还没附东西、欸。给我看，就放上去，再问那么多。放了啦。哇，好猛啊！所以你这个箭矢可以捡回来吗？可以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它会自己回来吗？不是不是，只要打铁的弓，你做出弓跟箭，它的消耗箭矢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哦。哎、嗯，就它不会像我们一般射箭这样一直减少，它你一根箭矢在身上，它就有无限了。哎、欸，我要附上去喽。好扯哦，你那箭矢看起来超豪华的。对啊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还我啦！不要拿哎、欸欸，你不要拿你的箭矢来鱼目混珠，垃圾人！哎，你要附圣甲虫吗？箱子里还有啊。好啊。我想要看你附完的那个箭矢，感觉恐惊咩？哎、欸，你也恐惊咩箭矢有没有看过？你把圣甲虫拿走了，放回去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了，大哥。我要求一大堆呢。这把是我的吗？不是我觉得跟刚长得不一样，你是不是又偷 A 我箭矢啦？好、啊，拿走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给我放回去啦，放回去啦！我去，快点啊！拿什么牛排啊？圣甲虫放回去，你拿走干嘛嘞？要求一大堆，给你真的你又不要。所以这把真的是我的吗？嗯，觉得哪里怪怪的啊？你可以付我看、啊，你付完可以借我看吗？等一下啊，我可不可以弄成石英砖再来合成啊？干嘛又要帮你挖什么啦？欸、被偷吃了我的东西。嗯，欸，结果这样石英被我弄光光，欸，怎么办？就一种垃圾，欸，你去挖。好啦，欸，帮你挖什么？帮你挖什么？甲虫还你。欸，我没有要，我没有，反正一大堆。甲虫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哎、欸，掉掉了。现在是抓不到虫是不是啦？抓不到蟲。欸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练这个箭矢练这么快？你已经趁手了，我还在笨拙欸。趁手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着火棉花糖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还干嘛？干嘛啦？干嘛、啊？干嘛、啊？他们一问我身上我那个箭矢有异形的效果，那什么东西？他会不会射一射变成怪物咬我、啊？好恐怖、啊！异形不是？你看异形不就是那个吗？异形跟异影不就是用那个吗？打安德的、啊？不是啊，那个是那个中介屏障啊。啊？异形会不会突然变怪物咬我、啊？不会啊，会啊，好好送我，送我。不拿，我不拿。加奶酒是要用哪一个？啊不是要拿走钻石哦，你说用不毁的哦，不毁用耐久大板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都要学我，就是、有一个存货大板念，你都要学我在那边用圣甲虫。不是因为圣甲虫给人的力超多，多的筋膜吗？他那个板子是我要先铸一个黄金出来，然后再拿黑曜石围住它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不是啦，我在。你要用很强大板哦，黑曜石哦，对、啊，黑曜石，我要用很强的大板。黑曜石，我等下帮你们去挖、啊，那很简单啊。你不是你要挖石英？啊！王子也顺便，不是啦，因为、欸、我们还有哎，黄、欸、金子也要什么、啊？等一下到底要什么？列清单，石英、黑曜石、红石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那我直接让黄金流成蛋饼喽。哎、欸，这把弓短弓谁的啦？短弓谁的？拿走啦！臭东西、欸，干嘛啦？第一件，哎，这个桶桶右键它有写，好，那边去，对，就是、哦、看得懂英文的、哦、好。第二件是，然后你有什么就全部挖走，哎、啊，你干嘛丢出来啊？垃圾了，你还我！不是啊，你莫名其妙啊！啊好生气哦！好了，我去帮你挖黑曜石，这比较快，我挖还比较快嘞。那我要一次要几个黑曜石啊？八个是不是。那意思说你没用啊？八个，一个大板八个啊，然后你要点餐是不是？二十四个，对吧、啊？你要点餐了，我现在是，哎，我现在是副偏打吗？有。对呀、啊。干嘛？干嘛啦？我忘记了，算了，没事了。好，有人说我的拔刀剑都没在用，好，今天就拿拔刀剑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们要美观还是要能力啊？入口的地方右键。可以先跟你们要求一个东西吗？好难懂哦。可以先给我一个菇头的磨刀石吗？
有干嘛？给我一个菇头磨刀石，我去帮你挖东西。给我菇头磨刀石。他们里面有能力耶，他们都看懂。拿得出来哦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没有听到，全部没听到啊。那也没什么好见识哎。他们都觉得一个人外表丑啊，可是他内在很厉害的话，就要他。可以啊，我当然也要内在的、啊，我干嘛要外表好看的？外表好看的，你还要一天到晚担心他会不会被抢走哎、欸？啊？外表好看的，你还要一天到晚担心他会不会被抢走哎、欸？你要担心的话，那你这个人也太……不是啊，你知道全天下男人会犯的错，全天下女人也会犯吗？啊？啊？哪里有哪里听不懂？哪里听不懂？你赶快道歉哦！不是啊，我意思是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对，你现在要道歉。对，你现在要道歉。我要道歉什么？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